我现在在辽宁的锦州，然后呢这个位置就在我住的旁边锦华街这里。然后呢我今天晚上呢吃烤串，就这一家，因为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嘛，我们不想走太远。很多朋友告诉我随便找一家都可以，都好吃，所以我们就在这吃了。然后呢我们点了一些这个羊肉串，1块钱一串的。然后呢看一下生串10元一粒，还有牛腰子2元一串，这个看上去还不错，羊腰子20一串，还有烤羊蹄15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拿你的啊。这个啤酒呢2块钱一瓶，很便宜啊。这个呢锡纸娃娃菜12，我们还点了一条那个鱼，点了一条12块钱的鱼，拌这个墨鱼28，拍黄瓜10块，毛豆花生毛豆好像也是10块吧，炝拌土豆丝12，这都是凉菜，还有鱼皮16块钱，哇，冷面8块钱，这是主食，疙瘩汤12。东北的消费呢要比我们老家便宜很多，我们老家吃烧烤很贵的，看来不错吧，烤茄子才6块钱一份，这种蒜蓉茄子。好了，坐等。这里是6块钱茄子，这个鱼12，然后呢这个生蚝1块钱一个，这个肠是2块钱，这个是1块钱一串，啤酒2块钱，还是很便宜的。它这个生蚝你看见没，比那天1块钱的好吃，那个摊位上的1块钱都看不着肉，看着肉有肉了，嗯，这个可以，太香了，来喝一个2块钱的啤酒。Dr. Y, come on, my dear friends, we are here for you. Let's play and let's have fun with Rex and Dr. Y. You are 74. 74啊？嗯，你要圈句那个圈没用是吧？没用。72。72。